大家好，我们是 WS 遇见光，这台是2017年酷卡卤素版本。它升级完我们的限制级鱼眼，完整度非常的高，几乎跟原厂一模一样。它有加装验车模组，所以验车这个部分不用去担心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近灯的光型、远灯的光型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近灯的亮度。大概在450左右。那我们看一下环境亮度。环境亮度是10左右，它跟原厂还没升级之前亮度提升了3倍多。那我们看一下远灯的亮度。远灯差不多在550左右。OK，